各位看到了没？超厚！听说里面放的是他们从出道到现在没有公开的照片。欢迎收看 ，This is Vivi， 就是 Vivi， 我是小杨，我是明。我们今天要来开很开心的东西。今天要来开的东西很重很大，那就是 Blackpink 出道五周年的限量写真集四加一。Blackpink in your area。各位看到了没？超厚！听说里面放的是他们从出道到现在没有公开的照片。然后这本这么厚呢，其实它非常的贵。但是我帮他买的时候，老实说蛮便宜，因为我们走跟大巴一起买的运回。之前有人在下面问说运回什么，其实就是跟中站的爸一起买团购，因为他们是用团购价谈的，所以就会比较便宜。然后这本应该是加了运费之后，也没有到1000块，真的蛮便宜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他的小卡。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限量小卡团卡，然后。现在应该是个人卡了哦，这张好好看哦，这样好来拆吧，好，这样就打开了，噔噔噔，这个在反光下才看得到，还有做一个，这个是滴胶的，这是有点绒毛的，漂亮，在一本很大的书，就是很符合他们黑跟粉红的设计。这样开了，哇，里面好多东西哦，哇，东西也太多了吧，这样子，这个卡好漂亮哦，那总共抽到这三张，你为什么没有抽到我这？哦，好酷哦！这个要怎么给你们看？这个好大一张哦！我的天啊！这边有先有一张大海报，哇，居然是抽的！要不是你是折的，我帮你贴在旁边哦。这是他们好久以前的哦。哦，这应该是出道前了吧？好年代感，我的妈呀！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吧。那我们来看，这算是海报吗？好，这是贴纸。哦，这个海报都是双面，这张真的太酷了。就是他们这几张全部都可以直接当海报贴后面。喜欢这个 MV 的造型，好好看。为什么现在来看还是会觉得这些衣服都很好看？美感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有看到他们的 MV， 去看他们 MV 的开始。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的鞋子都这么厚，哎，这双双码好酷哦，这样好漂亮哦，这样感觉像是韩剧中间卡出来的，好纯情哦，我的妈呀，它是不是有点黑啊？那时候，嗯，应该是比现在稍微黑一点，或者是那时候打光打这样，这很像学生们哎，这个时候你不觉得每个人都比较黑吗？对啊，哦，这套好好看哦，哦，我没有看过这一套。这件衣服它穿起来好好看哦，这要身材非常好，天哪，一点小腹都没有，我的妈呀！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专辑里面啊，他们很少有四个人的，这边整套都是四个人哎，这是 Love C Girl， 然后他们拍了这么多照片哦，干嘛不放出来啊？我们开始了厚厚一本的写真之路，全是舞台 ，Rapping in your area， 有这张照片是没拿出来吗？可能是另外那两套。这么大一张看起来好爽哦，这套全身这样看好好看哦，哇，好看，感觉可能是之前完全没有放过，他指甲好 focus 哦，我觉得他们搭的都很大胆，然后都很好看，不会觉得很怪，虽然有点复古的感觉，我说调色上有复古感觉，但是好高清哦，我觉得这件毛衣好可爱哦，我发现他们很喜欢穿马甲，嗯，可能他们的设计师就很喜欢这样配马甲吧，好大一本哦，突然觉得看得好像有点累，这妆这样好像 Ariana Grande 哦，我觉得这个樱桃好可爱哟，它有樱桃哎，哦，这个人感觉是同个系列，第一次觉得有看到有人穿娃娃，我竟然觉得是可爱的，哦，这造型好酷哦，喜欢 Lisa 这个造型，这指甲也好可爱哦，这造型韩国人接受吗？它还蛮特别，还蛮前卫的耶，他们的设计师真的很敢跟他们配耶，嗯，而且他们也都身材很好，所以穿起来也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消化得很好。虽然那个头发有固定，我却没有觉得不好看，这个腿好好看啊，我在看衣服，在看腿。哎、欸，结束了吗？哎、欸，突然就没有了。哦，其实我们看了很久了。我做什么的事？看完了，超累的。我了，真的没有办法，我认认真真看，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吧。你有看到留言？上次开 Blackpink 的时候问说，我们是不是有跳过，还是有别的版本？他还问说，他看别人的时候感觉页面比我们多。你们要是跟着我们全部看完，我们就没有要打字了，好吗？我们没有要上字幕，我们可能就是直接放完整 together 一起看3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们看的都是剪辑版的，不然我们实际上可能开30分钟、40分钟都是有可能的。对，我们剪不完，好吗？我觉得很值得推，如果你们真的喜欢Blackpink， 我可以推荐，因为他从以前就是到现在没有收入的都放在里面，主要他们放的都是基本上你真的是在专辑买专的时候很难看到某一些照片，而且我觉得这好棒，我觉得如果还买得到的话，因为它是限量的，我不知道现在还买不买得到，如果还收的话
收得到的话，真的真的真的劝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如果没有钱买专辑的话，也可以只买这个的程度了。一定要买。我们今天到这里啊，希望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追踪我们。有什么感想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今天到这里，拜拜拜拜。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看的时候还努力边吃东西，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离得很远，然后找个人负责搬，那就专门直接吃东西吧。还有帮你负责搬的就搬。你在吃东西手手脏脏的、啊。所以那为什么刚刚不是我吃，然后你搬？那为什么不是我吃，然后你搬？因为刚刚是你提议的啊。这不是你买的吗？应该你搬啊，我吃啊。